可以选一个射雷器，就是要补足这个中期伤害的点。哇，直接打一个啊，嘟上去，但是左边已经有两个人夹过来了。射雷器啊，这是一个演戏，日本队完全被骗了。往前冲来的赵信应该是一命呼呼了，看这个人头是留给谁？一技能的一个缓速缓到之后，这个人头就是由飞艇稳稳拿下。一个刷屏角色了，他在亚可能六等级，哇，现在两边刚好互相在蹲，三打二，他们有收到阴影的想法，现在贝贝不断的在靠着球果拉开位置，有点小尴尬，但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吧，他们在中路。哎呦，上路怎么杀了？哇！不见了！哇，看起来应该是被干了。看起来炮车不知道怎么走，直接踢了。直接踢！哇，直接踢！踢正面。他血量也不管了。现在从左边进来，刚好就看到摩甘娜在自己的眼上回家。我问他一眼傻眼，怎么会有眼？我有鬼出去哦！而且泡面头其实赢蛮多的，泡面头四叶树赢快30只哎。真是不得了，这个有 counter 的意味吗？我去看了一下容易的 counter， 我先看一下上路想要单杀过去，哎呀，魔力直接用 W 吹死之后，再加闪现躲避了塔的一个范围。哇，看起来肯定不行，他是小兵蓄殖器，又不是炮台蓄殖器，炮台蓄殖器。如果下路杀人了，哎呀，单杀哎，希尔是闪现再次的，应该是从我家被抓到，而且还想要继续的进攻抓伊泽，蝎子交了闪现，直接进到二塔，搭配了是圣雷系的亡灵领域。用普攻直接敲，后面 TP 跟着走，被睡着的赵信有点尴尬，交了闪现直接来到了二塔逃走，而泡面头支援也无法阻止 Maple 继续进攻，于是吃了一个星回白的全球五大中。哎，勾到了，可以飞过去吗？飞过去，到了！哇，暗影禁锢的时间并没有阻止射雷器继续飞赶，摩甘娜签了一个大绝，无法阻止希尔连续的一个点击，连续外送逼打将你倒下。哎呦，想多，在右边还在扭，被蝎子给抓到，而且闪现的时候是被一技能给缓速到了，被带了回去，结尾穿刺，而希尔也已经赶。到直接带走人头，有点强了，这怎么又要单杀了？我的天哪！这个，再个 Q， 赛季回头，再一个闪现，哎呀 ，AK， 他有赛季回头了吗？哎呀，又抽到了，我跟他融化了，拖到这是没拖，这是自己的点燃，直接留了伊泽瑞，伊泽被留住。蝎子在右边抓到了一个赵信，赵信知道自己快死了，所以是用一技能再加闪现拉开，可是自己心月无双的一个效果已经没有被吸了，被带走。后面的 PK 又是杀到二塔，连续的稀稀土土把泡面头给带走了。右边终于，救世主蒙多来了，发现不对，这次的主角不是我，还要睡到了，被睡着了。哇，幸好有个振奋，他应该可以撑一下，有机会撑住，有没问题，他有振奋，落后看难打。没有人可以顶得住伤害，我被抓到了，掠食者想要逃跑，这大绝出来差一点点，大绝终于好了，不过也来不及开了，被拖了回去啊，下路的塔二轻松带掉。其实一个人玩得很开心，我这样就是上路配跟一次，然后杀一次，而且还顺势往中路去夹，一次撞起两人，赵信被留住，吃到了不间断的 CC， 蝎子赶了过来，逼出了赵信的星月无双。那这样子赵信也没大碍。我泡面头来了啊，被刷掉了。泡面头可是超强的高手，直接放了一个最强炮台，想要带走蛇蛇，但没带走。其次可以留一下，因为感觉中路都快拿到八龙了。在上路的位置要被抓了，柔一赶了过来，尝试想要放个点燃，一个点燃点到，希尔继续追击，哇，直接秒了。哎呀，赵信没了，泡面头位置还在追击，还不是安全的空间，被 Maple 跳了过来。拿下的 double kill， 哇，那这样子要拿上塔拿八龙，是拿八龙，哇，他单修了，可能是占卜系的，占卜系的，算塔罗牌的，哇，这都知道了，自己可以拿到这一条八龙，那顺利先把兵线，我看他右边被察觉到了，水到了，不过自己也是被 Q 给留住，痛，现在双方要对决 ，Maple 忍了一个气，要用那个飞弹躲掉了。是的，只有一点，我记得了，哎呀 ，Maple 啊，哇，哇，还想要调皮啊 ，Maple 还敢调皮，被制裁了吧？还敢玩啊 ，Maple？ 刚刚很帅啊，躲了那个强，应该强攻过 W 吧，可是被刷死。而在上路有一个四打五的机会，不过日本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只有两个人一拥而上。哇，哪里会把对面的人全部变不见？贝体拿到了三连杀。哇，梅婆一阵尴尬啊，刚被不需要你。对，刚这个把自己秀死了之后呢，游戏就要结束了。对，他在温泉结束他的生命。对，没办法跟这个中和拍个全家福啊，在别人主管面前。对，那也要再次的恭喜这一波突如其来，算是这个排山倒海的进攻，也让中华台北队拿下日本队的胜利。我们再次恭喜中华台北队。